麦克笔写衣服好丑啊，请跟着我这样做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背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背着 ABC。 我想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却得到一台九九录音机。孩子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就会懂得这种。不管怎么拉扯，怎么搓揉，都阴魂不散才叫真心。